对，所以我们工人干活也是很认真的，不让拿手机的，不让拿手机的。这边是前壳的，对，这就是刚才看的那个部件啊，就是外径的那个部件，您看一下，就是做工很漂亮。这就是刚刚那个给您介绍的这个机加工的和那个对压铸工艺的，就是做出来的不同啊。机加工就是精度特别高，精度特别高。我们都有这种工装，是吧？都有这种工装啊，包括我们做出来的这些外径的这些部件，是吧？您应该也都懂，这是交叉部件，是吧？